圣心医院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圣心医院应该是 IMT 选的图。圣心医院，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先半鸟女巫的话，红夫人上也是可以选择的，但是红夫人我感觉不太会。二楼对红夫人来，你追我。以我对吉亚的了解，因为我们要打吉亚的嘛，所以说，我也是蛮关注吉亚的。他们的一个策略就是第二局上蜘蛛，这边的话在别的场上应该还是比较能少见的一个跳，因为其实跳是他们这一手就是想好了，反正打一个追击流前锋，打一个追击流屠夫，你无论是蜘蛛也好，杰克也好，问题都不大。那么果然是选了手蜘蛛啊，明显选到一个蜘蛛。调酒师的话，蜘蛛的话就是，反正我挨你一刀，我开一瓶酒，然后往医院里面跑。开局不撞脸，配合双救那是很厉害的，真的很舒服。好吧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感觉谁抓谁知道，特别是配上一个先知，调酒师配先知，真的是吃了一刀，心里要爆炸。然后我再倒没关系，你在那再拖延一下，你血就满了。对，是的。还是蛮舒服的调酒师，但是前提是开局不要开局，只要开局不撞脸。昨天玩过一局撞脸了，真的是感觉有点无助。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有点无助。谁比较无助？你先跟我说。你比较无助，你比较。我的七分什么时候还给我？我掉了。调酒师的话，他的那个调酒师开局撞脸，虽然没有那么强，你只要九条完就行了。这也不可能这么快吧？是一个辅助性更。来，我们这边看一下，这也是调酒师首一次，哎呦，真的是开局撞脸，那酒都没调，就撞脸了吗？因为我们这边比赛是稍微晚一点的，我感觉这酒应该是调完了吧。我们注意一下，应该是酒调完了，这个酒没调完应该不太可能。板子下掉。这里他已经是我已经看到两瓶酒的，那应该是调完了。这里的一个处理方案应该是直接一个加速往外绕，然后开瓶加速拉开距离再进大房，很舒服，很正确。那么这里之后应该是存了一波蛛丝，要开第一刀了。第一刀打完，我们看这边的抉择，继续往医院里面喝一瓶酒落地，但是这个落地的说话可能要倒。他刚才上面我记得还有一块板子的，这里要倒了，直接闪现一刀，不给你任何机会了。我记得刚才上面还有一块板子，刚才应该是往上面走可能会更好一点啊。这边前锋好像不太敢撞这个距离，那这里要进地下室了。这里前锋是过来看了一看，好像不好撞啊，算了，就走了。开局撞到调酒师，牵制的时间差不多够了，毕竟是把闪现逼出来了。皮皮线这边也是好像有点着急啊，他这个蛛丝布的刚才那个地方布的应该是一个失误的点啊，那个地方你要单独去凹一口，佣兵交一个护臂拉过来，这个地方哎在下面等你了，你下来就是一刀，然后出去再一刀。那这里调酒师这一刀没挡住，哇，这里打一波双刀好亏。走不掉，这条是调酒师是真走不掉。这怎么走吗？挨一刀，再往前拉，拉过去的话可以到佣兵的遗产机。这里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再挂地下室啊？前锋是过来了。哎，这边好像要吃刀，前锋提前拉球走，还是比较稳的。这个前锋还是比较稳的，没有必要去贪。这个时候如果你前锋吃一刀，那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。你不吃刀，你把摘定机点亮，然后再来救人，还是可以的。这边是他们的调香师去摸这里的一个佣兵，把佣兵摸起来，吐一口，好像没吐到，拖一下，撞一下，救下来，不错，能不能扛一刀？打一刀，扛上了，扛上的话，这边前锋怎么说？拉走吗？吐一口，来，你前锋来干扰我，你再干扰我。我们看看前锋撞一下，好的。但是我感觉这个调酒师还是走不了啊，再撞。困兽之斗已经是出来了，吐一口倒地，而且这里我感觉要怎么说呢？就是。
还不如对吧，前锋不要倒，不要去撞，让这边的调酒师把人拉走，然后把这台电机给开掉，可能会更好一点。你这样哇，这里对吧，你这好了，现在这台电机就变成了永久的遗产了。本来吧，你这个调酒师带走，前锋这边补一补还能够往平局发展，但是你现在这个局面真的很难打了，除非调酒师手上再有一个薄命啊，除非调酒师手上再有个薄命，要不然这台电机真的变永久遗产了，就死守在这边了。有的时候对吧，你贪那么一点点时间啊，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感觉好像自己被救下来以后，哎，我能多溜一会儿，然后呢本身预定好的一个拉去的地方没拉过去，想多溜一会儿，结果多溜了五秒，但是呢死在了一台遗产机这里，最后遭血亏，打一刀救下来，前锋要拉球走，前锋拉球走，哎，这个就很聪明了，你前锋拉球走，走你走，你想开机不行，你想走你可以走，我就在这边守着，你们永远差一台电机。这个细节处理包括这个大局观非常的完美。来你前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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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不走是吧，不走就别走了，进来我闪现给你一刀，漂亮，很舒服啊，很舒服啊。这就是一个屠皇的一个基本素养，对于局势的一个把握非常非常的清晰，完全不给穷者一点点机会。那边佣兵就很难受了啊，对吧，就没机会了。这就是本来是有机会保平的，就是前锋救完这个调酒师，然后调酒师拉走，那么屠夫被迫会跟过去，然后你前锋把这台电机补掉，这一局是有平的。但是现在的话四杀了。这种问题呢，就是每一个队伍都会有发生啊，每个队伍都会有发生，就是毕竟人皇都是有尊严的，能溜为什么不溜？但是从整体上面的一个局势来看，真的是没必要溜，强吃一刀带走是最好的。那这里就看这个佣兵，这佣兵躲起来，对，千万不要想着救人，但地窖还在这边的椅子旁边，这摸过去吗？摸过去吗？只有一个护臂，哎，只有一个护臂，哎。能跑地窖就不错了，能跑地窖就不错了。这里的佣兵是一口一刀，好像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就看这一口蛛丝能不能吐中。一口一刀，哇，好绝望，好绝望。